你在集会所还是在他哪叫里？我去探索。那就去探索啊，你探索再出来就好啦。好。集会有公开进来打吗？没有诶，是有公开啦。我公开好了。啊，只是说我在教他啦，能的话就是不要进来，因为我慢慢教他。哎，我比较不像其他人是带着过，因为他现在连基础都没有，没有什么油，怕他到后面打到后面已经毕业还什么都不知道。虽然很多都是前面真的是先带过场，后面再开始用会比较好。啊，只是每个人做法不一样。哈。哈，啊！有啊，我很认真在听，我很认真的想学，但是就是，哼，嘿，哼，嘿，我看看就哦，是集会意外。所，你可以进来跟我打招呼啊。集会所，复制集会所。糟糕！为什么他哎。可以爬上去？谁呀、没事，我以为 NPC 用飞的。啊？所以在主线呢？对。好，那卡了一下。哇哦！你这个留下来，这个留下来，两个人。好，我来清任务了。目标从大熊彩龙开始。再来，烧鸟。毒妖鸟，黑月沼，土沙龙，他走好慢。最近才想入手《魔物猎人》来看反番的教学，我会的也不多啊，就长枪斧头不会而已。下午好，多开几个账号来挂台会怎样？我不知道欸，我不知道会怎样欸，好烂哦，删掉。我奖励太低了。表，你看这个任务还舍不得删掉欸。上位的四星，四金。哦，对耶，可以改。我是不是不小心删掉了？
删掉算了啦，懒得去理了。啊，跟你聊天聊到不小心删掉人物。哦，我要打猛牛龙的。好。风飘，这一大堆不要任务，赶快删一删。这个我不要。我靠，你几等啊？看一下成员清单。哇，等一下，你 HR 才300多、哦。不是有些很舍不得啊，结果不小心清掉，就是哦，看我在干嘛？哎，我进不去啊！你是不是要在救难啊？出来啦！没有哦。风飘残爪。然后就留一些奖励高的啊，如果有人要的话就陪他刷、啊。火龙，我可以先进去，你再进来吗？我也可以跟你一起进去啊。你只要看过动画，我就可以了啊。我看过动画，那就可以一起进去了、啊。那我开好了。可是我不是在楼上开也可以？都可以啊。参加。你11月份才玩的，哦，你是说魔物哦？我想说，你冰原11月份才玩，冰原不是1月10号才出吗？如果我不补你会死吗？好像会。不用怕啦，死了就你的问题啊！你穿那种装备还死，笑死人。我。还记得吃饭呢，因为吃饭会真的会死嘞。哦，好，我吃。感冒了，死好啊！感冒，熊更变装备。妈，东西啊！我拿东西，好，吃饭，这在哪里吃饭啊？中间，你在哪边？你接任务的那个板子，你背对背后面就是餐厅了。哦，我看到了。看起来好好吃啊、喔！请问。更变装备，虫子安全啊，可是要还要教他怎么熄灯呢？你说车虫棍吗？对啊，你会吗？我不会。靠，言笑有叫我用，他说这个很好用。是啊，如果真的会用的话，超重棍真的很安全啊。只是我后面玩那个流派是靠虫子打的，就你人不要进场，你靠虫子打就好。
对啊，他说那个很爽，就在房间耍酷。怎么都没有石头？哦，一大堆耶，水球罐也可以好吗？哦，我以为只有石头。能丢的都可以，我讲了，地上捡得到的。欸？烦欸，又走错地方。你还好吗，少年？我快开打了呢。为什么？我就快开打了、啊。为什么你已经到了？我快而已，我没有说我到了。哦。Girl。哦不，他怎么绕一圈啦、啊？回一号营地啦，比较快啦，气死！没有啊，用重炮流，我真的是气到才用重炮流。因为顿时忘记我当时麒麟是怎么打的。啊，闹钟响了。你到了没？啊，不叫你回一号营地，啊，你人在干嘛？我在。在玩。看地图。哇。他的尾巴看，好好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上不去？他们还在打、啊，他们还在吵。啊。他的尾巴看起来好温暖哦。哪会上去啦？你不是说他在打？他们现在可以打，可以上去啦、啊。而且龙也可以撞龙哦。如果你真的有平时有挂台来看我的台的话，你会看到我常常用龙来撞龙。龙也是一个墙。好，撞。好，没关系、欸，没关系。有时候判定真的很机车。好了，我看他是在看书。对。他说：“有时候判定很机车。”哎，这你要逃，这要逃，这很痛哦，这我也救不了你哦。捡个突击。哦。哎。你跟你讲，你以后你这边开始啊，你身上都要带打小果实。好。你还开鬼人话在跑？我哦。嗯。我听你解释啊。就是那时候不是教你自动整理包包那个吗？嘿。啊，你开始要把那个打小果实放在身上。好。他有病是不是？他就是他就推土机啊！啊，你后面像不同地形，他会挖出不同的材质，比如熔岩地形，他会让挖出火球，会让你身上着火。然后瘴气的话，就是会挖出瘴气的石头，会让你得到瘴气。那鹿珊瑚的话，就是水球，会让你身上潮湿。以此类推。好。
拿这支练真的不是很好练啊，因为这支很烦。哎、欸，可以撞了哦。好，打他吧，打他，先打他，先打他。哎、欸，好了，可以扒他脸了。有没有石头？没有。干！你拍完就给我去找石头、哦。好。不是，自己消啊，你也可以自己消啊。石头，这边就有石头了。我这里，我这里，我这里。你看小地图，这一区有石头，有吗？拿到了，他、啊、睡着了。好好好，等一下睡着，睡着比较方便。你捡到石头没？赶快哦，我怕他被咬。好，撞，直接撞，直接撞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子，有了吗？懂了吗？哎，那这时候就有两个选择，就是先软化它。软化它，你打到的地方，像它的脚后尾巴，因为这只可以断尾。它怎么来的？他们两个常打架啊。啊，东西记得捡呢、欸，这里。找个石头，没有就自己削下来啊！你看，如果他面对墙壁的话，我就是这样直接撞了。削，削什么？石头。上去左键，你刚刚不是削得很开心，还问我怎么削？左键是软化跟削石头。啊，左键是造成伤害，右键是扒他巴掌。哦。嗯 ，Ctrl 是全弹射击。还有问题吗？没有了。我刚有没有想要爬上去那个女？那个另外一只小母，他哦不行，哎呦，有人死了。啊走对，这么容易猫车，我天、啊！正常啦，你不猫车才有鬼嘞。新手对推荐武器是什么？很多人是说斩击斧啦，跟双刀，还有长枪这三把。然后也有人是说拔刀大剑，因为你只要砍一刀就跑了，劈一刀就跑，劈一刀就跑。啊，我是不推荐远程武器啦，撞撞撞撞撞。对，你会了，你会了。
啊，像我会推荐就大锤啦，那大锤真的很好用哎、欸。你只要会转圈圈，会滑坡，会这样子挥个三下，然后勾上去打。我打到都黄了、欸。你这个就是要这个就是跑啊。不要靠近我，不然其实真的无脑就是，双刀。然后就这样子蓄力放开，然后就可以拍脸了。哎、欸，不行了，红了，红了，红了。他有时候倒地、没有，他有时候倒地都会是黄眼，要等他起来才会知道是不是红眼。哦。嘿。但我现在也可以上去软化他不？可以啊。我想试试看。然后通常软化的。毛色跟脚你会看到都很明显的那种雪花纹，那都已经软化了。哦，远程花很多钱，不是花钱的问题，是很伤材料，因为你打出去的都是材料，都是钱啊。因为远程理论上都是打一个东西叫属性弹，都要打属性。你属性就是地图上的一个像什么流水草啊，什么就一大堆材料都是要在地图上找，或是你后面可以靠用种的。所以远程都是建议用后期再来玩，因为你前期你东捡西捡会捡到一大堆材料。啊，对，秀秀，这边有个东西叫做。靠什么陷阱？雪崩，嘿，就只有这边才有。我撞一次给你看，就是撞这只猛牛龙的左边那一块雪，撞下去就有雪崩了。撞？嗯。你说其他撞它？就撞它、啊，像这样子，这样子吗？哎，撞这边。好了，跑哦！我去哪？哦，好，这一块就好了。你可以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你往前，往前，往前啊！不会怎样，真的啦。你不去，我自己去。这可以干嘛？没有啊，就是魔物会掉下去啊，会有伤害。哇、哦，好酷！我天啊！我靠！哎，可以抓了，你有带陷阱？有。好。哎、请开始你的表演。你到底干什么？不是，我在滚。快点，他快跑啦！好，快点往前我。我没有那个东西，我只带了陷阱。去死吧你！你很烂呢、欸。我以为我还有那个東西。你那个给我带满好吗？八个哎、欸，好什么啦？你要回去给我调好装备。好，我等一下回去调。我
你如果要我补你，就可以带满现金；如果不要我补你，我就自己来。我身上没有多的格子放现金。